你说出来的话我都知道，你没有说出来的话我也知道。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，要为我活下去，要为我报答阿妈和阿娘。小陈旭，我不答应你，也不依你。你说，视我如你，怎么听我从我？
使者，行刑！我是仲祥，魂魄相会，天上人间必然相聚，生而何欢，死而何惧。怎么抱你啊？乖乖坐着，姑妈疼你啊。哎，亲妈妈，给大哥哥拿块水晶糕来。对对对，你要乖乖的，你二妈今天做寿，你可不能闹啊。嗯，来，嗯。咱们大家举杯同庆，庆贺王爷三十正寿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呐、啊！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好好，大家来干了这一杯！来。诸位请坐，美酒佳肴尽情享用，大家都不要客气啊！吴大人，陈大人到。恭贺王爷大寿，福禄双至。好，好，好，请起，请起，快招呼两位大人入座呀！多谢王爷，且慢吃喝，且慢吃喝。寿星当前，头等大事，岂能怠慢？孝敬王爷。事事称心如意，多谢多谢。要事事称心如意不难呐、啊，有子便万事足矣。怎么着？莫非你把宋子娘娘给我请来做寿礼吗？哦，虽不重，亦不远矣呀、啊。什么花样啊？好样的！
么样？好样的吧？啊？嗯。难怪皇上要召回将军不远千里的把个香妃给护送进京啊！这回疆的美女果真不同凡响啊！此女虽没有香妃的通体异香袭人，但是能歌善舞，貌美如花。倘若王爷中意，把她留在身边，不时的轻歌妙舞一番，倒也乐趣无穷哦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是哪一族人呢？小女子是维吾尔族人，名叫艾玛丽克。艾玛丽克。这名字喊起来挺别扭的啊。你舞跳得好，就叫翩翩吧。啊，还不谢恩呢？翩翩谢王爷恩典。来人呐，带翩翩下去，先安置在书房内。好。不像话，天底下的男人啊都一个样，一见美色当头就晕头转向的，既不顾你朕身怀六甲，更不顾当着这么多的王公大臣的面，又是赐名又是拨院子，赶不及的要立册府进似的，他就不怕把你呕得动了胎气？姐姐，呸呸呸，张嘴张嘴，真是把我都给气糊涂了。尽管在这生气又有什么用呢？这也不能怪王爷啊，谁要我一连三胎生的都是女儿，都三十了，连个子嗣都没有，能不急吗？眼前的这个样儿，已经是把我往冷宫里推了呀。就看这一代了，得难，一切有指望。万一又是个女儿，那只怕落花流水，春去不见得。若到江南赶上春，千万和春住，咱们赶一赶。这生男生女是莫可奈何的事儿，怎么赶呢？话是没错，但逼得节骨眼上，也不是没有法子可想啊。姐姐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这样搅和的我心里头发慌啊。别嚷嚷，听我说，打从我怀了这一胎，有个主意就老搁在我的肚子里，总之都是为了你好，就怕说不动你。这会儿是你自己先吐了苦水，尝尝利害轻重了吧。那好，我就顺着你的话说，得难，一切有指望，万一又是个女儿呢？那么偷龙转凤在所不惜。什么？姐姐，你不这么做，难道你宁愿去尝尝坐冷宫守活寡的滋味啊？眼巴巴地看着那个叫翩翩的回部女子和王爷生个孩子后便废掉你啊？姐姐，我你瞧我吧，嫁给云宝第二年就生了个儿子，可这还挡不住他三妻四妾的往家里娶。想当初他把那个三姨太太当心肝宝贝似的，可几年下来也没个动静，
宝也不稀奇了。可他为了儿子，就不曾冷落过我。我这都统夫人的位置，硬是坐得稳当牢靠。所以你要放明白，什么夫妻情谊，全是鬼话。不为自己打算，将来有你后悔的时候。你得信我呀。我是信你，可是，这个打算谈何容易呢？就算要偷龙转凤，可得要有那孩子。不难，有银子，什么事儿不能办？难，只难在要寻个日子差不多，才能不露痕迹。不用愁，这事儿啊，包在我身上，你只管拿出个决心来就成。也许这一切都是多余的，我这一胎根本就是个男孩，他在我肚子里头动得可厉害着呢，跟前三胎完全都不一样。我想肯定是个男孩，肯定是的。照你这么说，那感情好，这江南的春八成是赶得上的。Hey!
骂，很心狠。这是株连九族的祸事啊！多少条人命都记在你一个人身上，我是别无选择，只有让这天大的秘密随着你一起消失吧。原谅我吧。上游啊，有人带着孩子在洗衣裳，咱们继续练吧。哎呀，上游的人没当心，篮子给飘下来了都不知道，快，咱们帮他捞起来。哎哎，翠华你。瞧见的，按理说发现丢了孩子得没命的找啊。是啊，真没道理，孩子给水漂走已经够离谱的了，就算眼睛没看见，耳朵也应该听见孩子的哭声远了是吧，怎么半晌了还无动于衷呢？真有点不对劲。哎，这么着吧，咱们呀再走一段试试，走。找的找什么呢？照我说呀，这孩子丢了却不是无心，而是有意的。哎，造孽呀。哦，小乖乖怪可怜的，是谁带你这么狠心呢？哦，亏你碰上我这个热肠子的，要不然呢叫水淹了可怎么好啊。瞧你这模样生得多好啊，看上一眼心里就疼了，怎么舍得不要你呢？
是养不起，还是嫌弃女儿身呢？唉，世上的人也真奇怪，就有什么重男轻女的傻念头，不知道有的人还求之不得呢。哦，这是个女孩啊。嗯，我刚才在路上看了一下，这就难怪，好端端的一个孩子不要，总是脱离不开一些个可悲或可笑的原因。哎，你再仔细检查清楚，他身上可带有锁片什么的？不然再仔细看看襁褓中有没有绣上记号，或是藏着书信，写着关于这孩子的身世和来历。没有啊，我瞧得已经够仔细了，什么也没有的，孩子身上也没什么东西，这襁褓也很普通，瞧不出什么名堂来。哎呀，哎，等等，你快瞧瞧，啊，你快来看看，孩子受伤了。哎，怎么了？哎呀，你看，哎呀，这怎么弄的？伤口有水泡吗？好像是像烫伤的。那咱们赶快带他回家敷药包扎吧。哎，这家人也太不小心了，这么小的孩子让他伤成这样，也真是太可怜了。别急别急，先跟你商量一件事儿。哎呀，孩子的伤要紧。久问一声，迎霜这个名字你觉得怎么样？你要给他取名字啊？那你是当真了？为什么不当真？咱们夫妻俩已经中年，膝下有空，正是求之不得的人呢。今天水中得子，大概是冥冥之中老天爷安排的一种缘分，咱们为何不欣然接受呢？接受，接受，再没有比这个更叫人喜欢的了。想想咱们成亲以来，一同卖唱献艺，这许多年，夫唱妇随，衣食温饱。日子过得也还潇洒自在，就是那么点遗憾的。如今，老天爷已赏赐给我们了，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？这是咱们的孩子，他姓白，叫白银霜，你是他爹，我是他娘，还等什么？咱们快带女儿回家吧。少安无躁吧，你不易露脸呐。把孩子给我，你在这等着。是。弟弟，却瘦弱的像只有两三个月大似的。孩子生长的快慢哪有个准儿，要紧的身子健康就行。你告诉过我，真儿是出自一户贫苦的汉人农家，你该不会是拿我的孩子跟他们交换，谎骗我说送给了富贵人家吧？不然孩子怎么会如此的弱不禁风的模样呢？这哎，你快别瞎猜了，人家是因为贫苦才舍得把男孩卖给我，男孩都卖给我了，又怎么好问我把女孩逃了去？你想想哪有这个道理吗？是啊是啊，连自个儿的亲姐姐你也怀疑，不想想她前前后后的为你张罗那份辛苦啊，就不去说她了。就说偏偏赶在你之后也给王爷添了个二少爷，马上有姨娘变成了侧福晋，要不是有你姐姐一计抢在了先，只怕那个册子就给免了。姐姐，我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我都明白。啊！怎么是我的孩子？地上没有了后痕，别告
天下绝非我愿意。出事的那一天，我就怕孩子一旦被抱走了，将来无从相认。所以在他的肩头上，我烙下了一个梅花印记，一个永不磨灭、无人可以取代的记号。随便找个孩子来蒙混我，那是旁人造的事，不该是你呀、啊。孩子究竟去哪儿了？倘若见面过真困难，你跟我直说就是了嘛，何必弄个假的来敷衍我，让我伤心呢？你说孩子现在究竟是怎么个情形了？你说，你不要再骗我了，你说呀。虽然我不知道，我人的自身自律，时隔半年，是你是我全看他的命了。说什么？什么自生自灭？你把孩子怎样了？不！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！我一直想告诉你，恳求你的宽恕。可是每回我们见面，你总是拉着我的手，冷嘲冷讽。你模样情真意切，叫我好生不忍。既然是我下的手，就让我来受那份苦，受那良心的谴责。所以每次我们见面，我总是编排着假话来哄着你，无非是想让你得到一些宽慰。孩子抱走的时候，你是怎么样跟我指天誓日的？绝不叫他委屈，我是全心的信赖你。你一转头就把他扔进了河中了，虽不是姐姐生的，可也是血亲啊！你怎么狠得了心，下得了手啊？我心很软。所以，可是我太了解你了。若是把孩子留下，以你这般难以割舍、念念不忘，总有一天要败露世界。到那个时候，王爷饶得了你吗？即便是王爷饶了你，东窗事发，难免人多口杂。万一流传出去，叫王爷的对手抓住了痛脚。看他一本欺君罔上、牵连滋事的人固然全完了，连王爷也要跟着倒台的。抄家问斩，不知道要牵累多少人，这些你想过了吗？我是想得深，想得远。既然行了一步险棋，那么就没有回头路，就要选择永绝后患。这事儿你不能做，老好人的亲妈妈也不能做，那么还有谁？话说到这，我是没话了。是打是骂是怨是恨，我都依你。再不原谅，我们姐妹永不相见，我也依你。总之，我为你是尽了心，只要你好好的，我怎么都行。好着这个儿子。
就是我的儿子，王振就是我的儿子，王振就是我的儿子。小的时候也不能一次就中啊，这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呐！啊！阿玛夸错人了，我的身手好，还不是阿克丹教的好？不，是浩真少爷好。行了，你们师徒二人不被推让，回头通通有赏。今日浩真初次狩猎，小试身手便博得了好彩头，我看了着实高兴啊。想想咱们祖先就是在马背上打下的江山，能骑善射才是咱们满人的本色呀！阿玛教训的是。阿玛，我也能骑马射头，对不对，阿可丹？对不对嘛？好像少爷现在还不行啊。谁说我不成？给我弓箭，我射给阿玛看，快给我弓箭！好，行，别闹了。别急，等你长得像我一样壮壮的。就该你露脸了，我现在就壮壮，为什么不行？我说好行，有猎物了，咱们走。四手猎就露出了真功夫啊！快去抓住他，给我捆牢了！这白毛畜生是大少爷的了。好畜生啊！哎，这样漂亮的白狐煞是少见呐！瞧这一身皮毛，是一玳瑁，
都挺出色。哥哥，我要顶帽。哎，这是哥哥的猎物，要怎么办，全由他做主。哎，二妈，真的全由我做主？当然。那么，我想放了他。放了他？为什么要放了他呀？孩儿刚才查看过，那是只母狐。阿玛曾经教训过说，留母增繁，保护寿元，说是祖先留下来的狩猎规矩，任何时候都不能忘。何况阿玛刚才又说，这是只罕见的白狐，孩儿更不敢坏了规矩，所以决定放他回归山林。讲得好，难得你小小年纪就如此明白事理，却有仁人之心，那就按照你说的办，放了吧。是。初次狩猎不能空手。好，留个纪念。